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9年马来西亚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以近20年的慈悲付出，为全世界1000万佛友开启心灵之门，是观世音菩萨和平之光遍照十方，佛法智慧指引人间离苦妙法，慈航普渡，共助世间极乐净土。卢军宏台长深入浅出，诠释大乘佛教义理，不分昼夜，全年无休，弘法足迹遍及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令无数众生破迷开悟，改变命运，真正实现佛法人间化。心灵法门令众生消灾离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近年来，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全世界，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获得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今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军宏台长心系马来西亚佛友，特别来到吉隆坡与大家结缘，将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普照有缘。今日我们有缘相聚于此，共沾法喜，共沐佛光，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无畏普度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远渡马来弘法忙，普度众生济心上，慈悲喜舍变金刚，开悟佛性登慈航。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台长很高兴再次来到吉隆坡与大家广结善缘，弘扬
佛法精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来净化人类的心灵，通过修心学佛提高境界，来化解我们生活中的自闭和忧郁及烦恼，改变命运，让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当今世界天灾人祸不断，在近一年来，全球已经发生了六级以上的地震100多次。法国政府卫生部门9月8号发表声明说，今年的夏季的高温天气导致了法国约1500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全球有10亿人正饱受着各种心理疾病的折磨。美国医学杂志公布，平均每6个美国人就有一个曾经或正在受忧郁症的困扰。在新加坡，大约有120万人受到失眠的困扰。现在全世界有近4亿人患有忧郁症，每年有100万人因为忧郁症而自杀。现代社会崇尚着物质享受，追求名利，人们心中充满了贪欲、嫉妒和嗔恨，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伤人害己。心灵的扭曲造成了人跟人之间越来越多的分歧，造成了人生的空虚。很多的自闭症和烦恼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也不了解自己，追求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最后迷失了原有善良的本性啊。在澳大利亚，有一名男子为了在海景地区盖一座大房子，积衣素食3年，导致自己患上了忧郁症。最后房子还没有盖好，他开着车带着4岁和9个月大的2个孩子冲入了大海，3个人命丧海底。几个月前，美国的煤炭大亨克里斯·克莱因私人直升飞机坠入大西洋，他和女儿等6人遇难。生前他在自己豪宅中打造湖泊，他拥有了62米长的私人豪华游艇，几10亿美元的资产全部成为了遗产。人生无常，一切名和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是什么都带不走啊。人生那是一趟没有回程的列车，我们的亲人朋友犹如列车上的旅客，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会陪伴你度过一生的。所以要学会感恩曾经陪伴过你的人，珍惜现在的因缘，
知因懂果，看淡放下，才能从无常的人生当中获得智慧和法喜呀。学佛人在生活当中要时刻提醒自己觉而不迷，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人提醒，你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本性和良心。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实实在在能够帮助到别人。如果一个人迷惑颠倒，就算你天天念经精进努力，你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目标。犹如一个人开车的方向不对，任凭你汽油再多技术再好，你也不能达到你的目的的。学佛人要学会六根清净，把自己的言行和思维见解用菩萨的智慧慈悲来生活和修心，你就拥有了心中的法宝，你就是在修觉正净。有一位贫穷孤独年轻的画家，为了理想在美国卡萨斯城谋生，他应聘多家报社全部失败，尝到了生活的苦难。后来替教堂作画，借用一家废弃的车库，每天在充满汽油味的车库里工作到深夜，刚刚要睡觉，到处都能听到老鼠吱吱吱的叫声和在地板上的跳跃声音。有一天，疲倦的画家看见灯光下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是一只小老鼠，它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简直像在表演精彩的杂技。他在小老鼠表演完之后，这个人给小老鼠一点面包，没想到小老鼠跟他建立了信任，从来也没有伤害过他。不久，画家被介绍到好莱坞去制作一部以动物为主的卡通片，但不幸的是，每次都是失败。他穷得身无分文，并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画图的天分。终于在一天夜里，他突然想起了那只爬到他画板上的老鼠，他迅速地拉亮灯，支起画架，画出了一只老鼠的轮廓。一名最伟大的动物卡通形象米老鼠就这么诞生了。这个画家就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华德·迪斯尼先生。他创作的风靡全球的米老鼠，谁能想到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是那只爬在他画板上的小老鼠帮助了他。迪斯尼先生居住在卡萨斯城那间充满汽油味的车库，现在居然要卖到100万美金。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老鼠，那是天上赐给他的成功的礼物啊。
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的成功取决于他的心态。现代社会有很多人都说太苦了，我太难过了。你去看一看农民劳动生活的艰辛，工人的努力，所以你要加倍珍惜自己的工作。有些青年人碰到一点点的挫折，马上就失落颓废，要多和高人交流，你才能知道什么叫生活。任何高人都会激励你不断地去进取。有些年轻人感情一破裂，心情一烦躁，就不想活了。台长建议你到墓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在墓地里曾经比你拥有财富的人，拥有智慧的人，他们永远在那里安息着。在墓地的时候，你才会懂得不要去斤斤计较人间的事情。记住了，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很多人抽烟喝酒吃喝玩乐，每天损耗着自己的身体，建议他到医院去走一走，他才能知道健康对他才是最最重要的。而现在的人互相猜忌，互相的嫉妒，现代人不懂得珍惜别人对你的爱，连有时候夫妻之间的感情都会算计。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有一个刚刚才开始牙牙学语的孩子，做老公的看见他的老婆经常很用心地教导自己的孩子叫爸爸爸爸，这个做老公的看见了之后大受感动，认为太太真是太好了，不教他先叫妈妈，而教孩子先叫爸爸，他觉得真的很幸福。结果以后每个晚上加上寒冬深夜，孩子哭闹不休的时候就一直叫着爸爸。每次夫妻俩睡得正熟的时候，老婆就推了推老公说，哎，你儿子一直在叫你了，你赶快去啊。这时候老公才知道，哦，原来如此啊。德国有一家电视台征集10秒钟惊险镜头的活动，奖金非常的优厚，十秒钟有很多的惊险，我们能做什么？而一个德国父亲的举动，用10秒钟，他居然震惊了全世界。他是一位德国的铁路搬道工，在火车站工作，正为迎面而来的一辆火车，他准备搬动道岔。此时铁轨的另一头，一列火车从相反的方向驶进车站。这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工作，他只需及时搬动道岔就好。然而他回头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自己的儿子正在驶向火车站的火车行的铁轨上在玩耍。如果冲过去抱住他的儿子，这耽误的时间几秒钟必定会让两辆火车相撞，但是他不救儿子，儿子必定会粉身碎骨。生死时速的十秒钟，
他冲着孩子大喊卧倒，同时搬动了火车的道岔。尽管他没有冲上去抱走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居然遵从父亲的指令，在一瞬间就卧倒了。相应的，两辆火车呼啸而过，驶入既定的轨道。这一幕惊险的镜头被一个路过的记者摄入了镜头，卧倒的镜头一举夺得桂冠。当电视台在播出的时候，居然每一个看的观众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因为搬道工的儿子他是一个智障儿童，父亲曾一次次地告诫孩子，你以后能干的工作很少，孩子，你必须有一样是出色的。尽管孩子依然没有太大的起色，但是和父亲玩打仗游戏的时候，每次父亲只要一喊卧倒，孩子马上就趴下，这是他最出色的动作。大家也许会陷入沉思，一个大脑发育并不健全的孩子，常能在危急关头严格地遵从父亲的指令，那么任何正常的孩子是否也应该遵守纪律？我们学佛人是否也应该听从佛菩萨的教诲，更加严守自己的戒律，精进修行，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遵纪守法才能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安定，爱国爱民才能使佛法融入到家庭和社会，才能为民族和谐、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呐。一个不懂宽容的人，心胸必定是狭窄的。很多人因为占了别人的一句话、一件事情的小便宜而庆幸。台长给大家讲个小笑话：有一个农夫，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令尊”二字，他不知道什么叫令尊，心中不解，他就去请教村里的秀才：“啊，请问相公，这令尊二字是什么意思啊？”秀才看他一眼，心想，这庄家佬连令尊是对别人父亲的尊称他居然都不懂，便戏弄他说：“啊，令尊呐，这二个字呢，就是称呼啊别人家的儿子。”说完，这个秀才掩嘴而笑，心中暗暗得意。农夫不知道，信以为真了，就马上和秀才客气起来了：“相公啊，请问你家里有几个令尊呢？”秀才当时气得脸色发白，又不敢发作，只好说：“我家里没有令尊。”农夫傻傻地看着他那副样子，以为当真秀才因为没有儿子听了问话引起心里难过，就恳切地安慰他说：“哎呀，这位相公啊，如果你家里没有令尊，你千万不要伤心，我家里有四个儿子，你看中哪一个我就送给你做令尊吧。”人
毛病就是喜欢占别人的便宜，什么时候什么事都要斤斤计较，什么事都要以我为主，这样你终有一天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有多帮助别人，才能广结善缘呐。中华传统文化讲，欲成大器者，须守六戒。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在事业上成功，在社会上，在为人方面做成功，要守六个戒。第一个叫绝人之诈，不忿于言。绝人之诈，不忿于言，就是说你发觉这个人心中有诈，就是有欺骗或者有骗人家不实在的地方，你不要在语言当中马上就非常的气愤。第二，受人之辱，不动于色。受到别人的侮辱，你要笑嘻嘻，不要想。这就是佛法界讲的忍辱精进。第三，察人之过，不扬于他。就是当你知道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到处向别人宣讲他的不是，因为这会给你造成日后的麻烦和烦恼啊。施人之惠，不计于心。帮助别人，给别人恩惠了，不要记在心里。你对别人好一百，别人还你不还你，那是别人的事情，这样你就心无挂碍。第五，受人之恩，铭记于心。要想成功的人，受人的恩惠要记在心里，不要在嘴巴里说掉。第六，施人之财，受之以全。既然你相信别人了，你认为别人是有才华的，我让你去做了，你就必须相信他和能够让他拥有很多的权利去做很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讲的，希望六戒能够守住，你很容易接近成功啊。我们人的一辈子无非就是四辆车、四张床、四本证书、四个瓶子。四辆车是小时候的婴儿车，年轻时候的自行车，晚年时候的汽车，老年了轮椅车呀。四张床，出生时候的婴儿床，年轻时候的单人床，结婚之后的双人床，老年时候的病床呀。四张证书，出生时的出生证，青年时候的毕业证，中年时候的结婚证，老年时候的退休证啊。四个瓶子，出生时候的奶瓶，青年时候的饮料瓶，中年时候的酒瓶，晚年时候送在医院里的输液瓶啊。告诉大家，就是要我们看清人生，人生就是像一场梦一样，很快就会过去。看透姻缘，但不要看破。看清需要智慧，看透需要经验，不看破则需要一种胸怀呀。
我们做人，就算别人对你不好，你也要拥有宽阔的胸怀，因为我们人活在是精神世界当中，因为我们真正的享受不是肉体的享受，而是精神世界的富有和安详平安啊。所以平安就是福，一个人能够看清这个世界，感受到一切都会失去，你就不会为一件事情一句话去这么执着，你就会通过自己的悟性来改变自己的人生，那就叫佛法中的超凡脱俗的境界呀。在巍峨的大雄宝殿当中，有一个少年对着佛陀敬香祷告，他把三炷香插入了香炉，他说，愿佛祖保佑我科举得中，加官进爵，报国还乡。说完了又跪拜了好几次。佛祖看着少年笑而不语，身旁的阿难尊者问道，哎，佛祖，这个少年十分的虔诚，他发的又是善愿，你为什么啊不答应他？佛祖微微一笑，缓缓地说道，他还插了一炷香。插了一炷香。阿难尊者看看香炉中三炷檀香，百思不解。转眼过了十年，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个俊朗青年，他投笔从戎，成为了一名武将，立下赫赫战功，这次回乡特来办喜事的。青年人燃起三炷檀香祷告说，愿佛祖保佑下官结善姻缘，妻子贤惠，夫妇和睦。阿难尊者见到这一幕感慨良多，回头看着佛祖依然笑而不答，说道，佛祖，你又为何不应对他？佛祖笑道，还是插着一炷香。转眼又过了十年，青年人步入中年，他再次走入了大雄宝殿。由于受到妻子家族的牵连，昔日的大将军这时已经被贬到地方的小尉，忧郁不得志。他敬香磕头，祷告自己的儿女能够发奋读书，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阿难尊者看看他，又看看笑而不语的佛祖，心中叹道，唉，可能还是插了一炷香。又过了十年，曾经的中年人步入了老年，此时他解甲归田，安居乡野，已经没有从前的那些欲望和誓愿了。这位老年人像从前一样燃起三炷檀香叩拜道，佛祖啊，之前我来许愿，您从来没有满足过我，但是这一次却请您务必能够成全我的孝心。想当年我父亲早亡，家中老母辛苦抚养我长大成人，如今高堂年事已高，希望他老人家身安无事，舍此则无所求了。阿难尊者非常的善良随喜，扭头看一看佛祖，
这时候他看见佛祖面露笑容，微微点头说，好，那就如你所愿。老年人走出寺庙，还没有回到家，喜讯已经远远传来，他的两个儿子竟然同时高中朝廷文武状元，并且朝廷还颁下诏书洗刷了他的冤屈，让他官复原位，再升三级呀。然而在这一次，他决定从此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母亲。至于大雄宝殿中为母亲祈祷的那一炷香，当然再也没有间断过。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缺的是一炷孝道之香啊。佛陀告诉我们，我们人不能随着欲望而贪求，要了还要，多了还要多，我们要心存善念，少计较，少和别人去攀比，要多孝顺，多慈悲，你才会和菩萨有感应。所以学佛人以孝心为上啊。佛陀让他看到了，让我们看到了世事无常，我们人只有心中没有杂念，你的心情才会清净，心情清净了才会修心，修心之人才不会污染你的善心。佛教导我们，当人间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它，承受它，解决它，然后放下它。我们人什么事情都放不下，一点点事情就会让自己忧郁。有一个朋友说过一件事，说他的同事自从老婆怀孕之后，就跟他的朋友说，啊，我老婆得了忧郁症，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发呆呀。这个朋友就跟同事讲，哦，你老婆是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啊？那但是他的同事不相信，一直到分娩前的那一刻，没想到这个同事的老婆抓住他的手，跟他老公说，老公啊，如果孩子生出来不像你，你千万别多想，我保证孩子是你的。老公当时一听就懵了，他老婆满腹疑惑地说，因为我在认识你之前，我曾去整容过一点点，我怕孩子生出来之后不像你也不像我，你会想得很多呀。我们人背负着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和执着欲望，我们艰难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的心灵因为装载着太多的负担，所以才会将自己送进失去希望的黑暗生活。台长跟你们讲几句话，希望你们好好的记住，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往事已经过去；别和现在过不去，因为你还要活下去；别和你的伴侣过不去，否则你们真的会过不去。别和小人过不去，因为小人和谁都过不去。
别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一个学佛人要管好自己的理念，对人间的一切要懂得，都是无常，都是会变化的。我们要用修心修行来跳出业力对我们的牵绊，管好自己的理念，管住自己的念根，不要让自己的心念去迎合社会污浊的红尘，否则你会变得入污泥就有染。我们要拥有心中真正的莲花，我们要想到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善良的人，这个世界只要你向着明天，你就一定会得到光明。有一个小伙子，他骑车上班途中遇到了一个老人晕倒在路边，他马上将老人送到医院。当时因为这个小伙子身上没带多少钱，就只能打电话向他的女友求援。女友来了，一进病房就骂这个小伙子：你脑子有毛病啊，什么闲事你都管。当这个女友看到病床上的老人后大吃一惊，马上叫了一声：哎呀，爸爸，是你啊。过一会儿，老人看了女儿一眼，对小伙子说：孩子啊，你是好人，听我一句话，快和我女儿分手吧，她很自私，她真的不配你呀。几天后出院了，老人回到家对女儿说：女儿啊，你听爸爸一句话，这种傻瓜你绝对不能嫁的。想一想，人为了利益可以违背自己，违背因果，别人可以伤害我们，嫉妒我们，但是我们自己要有一颗完美无缺的本性和善良的良心。我们要净化自己，我们不能去净化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你就会伤害自己。希望每一个学佛的人用自己慈悲的真心去帮助曾经伤害你的人，这样你可以安抚自己这颗曾经受过伤的心灵啊。台长教你们学佛，就是教你们做人。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人生有三论，人生有三不争啊。第一，不与上级争斗，不与同级争宠，不与下级争功啊。人生有六修德，德就是看得透，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立得正，行得直。人生有三福：平安是福，健康是福，吃亏也是福气呀。台长曾经跟你们说，一个人想成功要学会吃两样东西，第一要学会吃苦，第二要学会吃亏。人生有三为：和为贵，善为本，诚为先。人生有三个不能等：孝敬不能等，行善不能等，健身不能等。最后，人生有三个快事：念经
很快要见佛友，要开心，还有去放生，能够延年益寿啊。好，那么下面呢就啊，台长在节目当中呢看出一个人血管堵塞啊，血下不去，肌肉萎缩啊，梦见过菩萨，他梦见过师父两次。台长又看出打电话的同修吃得太热气不干净啊啊，台长说他啊这有吃过葱蒜。台长看他单位里有位年轻的女的扎马尾辫的，和他有缘分啊，这个女的身上有灵性，这个人哎呀啊，他说哎呀台长太灵了，那个女的是他的经理，他自己也梦见过经理身上有灵性掐他的脖子，请大家听一下啊这个当时的录音，谢谢大家。感恩师父，请看一下1964年的龙女的，她两个小腿发麻，不知道什么原因。血管堵塞，肌肉萎缩，血下不去，她的膝盖骨啊受过伤的。哦、对对对对对。哦，她还好了，她求观世音菩萨，菩萨在保佑她很多，她做梦做到过的，那个连师父她都做到过。对的对的，是的是的。我去过两次。您说的太对了，谢谢师父，麻烦您看一下1988年。龙女的嗓子啊，吃东西不干净、哦、热气啊，吃得太热了，听得懂吗？对对对。还有啊，你吃过葱蒜啊，就是不当心的。嗯，应该是有的，上班的时候、嗯、我这个念多少礼佛？35遍。好的好的。你单位里上班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女的年纪蛮轻的，头发扎个马尾辫的？有的有的有的啊。我的经理、啊、我的经理、啊、小鼻子小眼睛的。我的经理、嗯、你的经理啊，身上有灵性啊。对，我做梦都掐我脖子，看见了吗？他身上灵性掐我脖子。太灵了师傅，感恩师傅。你赶紧给他念了，不念的话他还掐你脖子呢，因为经理跟你有缘分的。哎、对，你现在知道了。我这个念多少小房子师傅？53张吧。好的好的，感恩您，感恩菩萨，感恩师傅，谢谢。我们学佛人要懂得，小成功靠智慧，大成功的人靠道德。投机取巧可以赢得一时的利益，而一个人诚实守信可以赢得一生的荣光。有一名美国的在纽约的女高管啊，叫哈里斯，她工作在一家知名的广告公司。有一天中午，她和朋友在一家餐厅吃饭，中途呢想跟朋友呢到餐馆外面去抽支烟，一起走出餐厅，站在门外的大街上。这时候过来一个流浪汉，对哈里斯低声的自我介绍：“哎呀，小姐，我叫瓦伦丁，今年32岁。”我已经失业3年了，现在每天靠啊乞讨过日子，不知您是否愿意帮助我，比如给我一点零钱，让我买点生活必需品。哈里斯看着他动了恻隐之心，他微笑着对瓦伦丁说：“啊，没问题，我愿意帮助你。”伸进口袋里去掏钱，但是没有带现金，只掏出一张没有密码的信用卡，他当时有点尴尬。瓦伦丁看出他有点难为情，小声地说：“啊，小姐，如果你相信我，能将这张信用卡借给我吗？”没想到心地善良的哈里斯随手就将信用卡递给了他。拿到信用卡，瓦伦丁没有马上离开，小声地问哈里斯：“小姐，我能除了买一些生活必需品，还能用它再买包烟吗？”“啊，完全可以，如果你还需要什么，你都可以用卡上的钱去买。”10分钟过去了，哈里斯感到了后悔，他懊恼地对朋友说：“哎呀，那张信用卡不仅没有设置密码，里面还有3万美金呢，那个家伙一定拿着信用卡跑了，这下我可要倒大霉了。”朋友埋怨他：“哎呀，你这个人不能随随便便相信一个人的呀，这个陌生人，哎呀，你也太善良了。”
这时候哈利斯没有心思吃饭了，两人默默地走出了餐厅。没想到刚出餐厅，发现流浪汉瓦伦丁等在门口，他双手将信用卡递给了哈利斯，恭敬地把自己消费数额告诉了哈利斯，说：哦，小姐，我一共用卡消费了$25，买了一些洗漱用品、两桶水和一包烟，请您核查一下。面对这位诚实可信的流浪汉，哈利斯和朋友都诧异了，更多的是感动，他们连连说：啊，谢谢你，谢谢你。瓦伦丁一脸疑惑，明明是你帮助了我，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呀。随后哈里斯和他的朋友问他要了联系方法，直接就到了纽约邮报，将发生的故事告诉了报社。纽约邮报当即予以报道，顿时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报社不停地接到读者的来信来电，都愿意帮助这位诚实的流浪汉。在德克萨斯州，一名叫埃尔巴的商人看了报道之后，第二天就给瓦伦丁汇去了$6000，以奖赏他的诚实。更让瓦伦丁惊喜的是，几天之后他又接到了威斯康星州航空公司的电话，表示愿意招聘他担任公司的空中服务员，并通知他尽快签订工作协议。曾经在巨大喜悦中的瓦伦丁感慨万千，他说：从小母亲就教育我，做人一定要诚实守信，即使身无分文流落街头，我也不能把诚信丢掉。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是因为我始终相信善有善报，诚实的人一定会有好报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投机取巧的人，人们总是面对利益失去自己的诚实，而真正能够守信用有道德的人，在人们心中才会引起共鸣，才会让这个社会拥有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生命，但并非每个人都能读懂自己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头脑，但并非每个人都善用自己的头脑。有一个父亲很不了解自己，在深夜孩子睡觉突然哭了起来，这个父亲决定唱一段催眠曲哄哄他，结果刚唱了几句，隔壁的邻居就传来了抗议声，敲敲墙说：还是让你孩子哭吧。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对自己并不是很了解，总以为自己对别人已经够好了，为什么别人对自己不好？就像这个父亲一样，都不知道自己五音不全的歌声竟然唱得比孩子的哭还要难听。学佛人只有自己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你才是强者，听从命运安排的人可能是凡人。所以我们要用菩萨的智慧战胜心中的贪嗔痴，你才能获得人生的慧命啊。学佛人要知道，钱能买到美味，但不一定能够买到你的胃口；钱能买到书籍，但不能买到知识；钱能买到时装，但不能买到你的美丽；钱能买到玫瑰，但不一定能够买到爱情；钱能买到朋友，但不能买到友谊；钱能够买到药品，但是买不到健康；
钱能买来钟表，但买不到时光啊。所以台长为什么要劝学佛人珍惜时间呢？因为时间一去不复返，珍惜时间的人会拥有生命啊。放下很多不该属于你的东西，你就会自然。人生为什么要追求这么多啊？为什么放不下？佛说，不是放不下，是因缘未到，因缘成熟，自然放下。有一个小孩子问老师，老师，为什么我做错事情，大人可以打我，大人错了，我却不能打他们？没想到老师竟然这么回答，大人打你呀，因为你打不过他们，等你打得过他们呢，大人就开始跟你讲道理了。人生的理可以这么讲，也可以那么说，实际上只是一种理念的转换。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如理？缘起缘落，缘生缘灭呀，万象皆为心造。不如意的不是你的人生啊，而是你不消停的心啊。财色名利皆属虚妄，学佛人离欲得乐，只有放下追求，你才能脱离烦恼。其实在这个人间，除了生死，其他的都不重要。沙特阿拉伯的王子33岁就离开了人间，他们拥有的钱财和拥有的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们失去的是宝贵的生命。而我们虽然不是太富有，但是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灵，帮助别人的热情，所以我们能够活着就是成功啊。现在人对父母亲责怪多于理解。有一个很感人的真实故事，一个女儿因为小时候爸爸离开了家庭，和另外一个爸爸的初恋情人结婚，而恨她的父亲。在她成长过程当中，她知道爸爸私下给予她很多的帮助，但是这个女儿恨意未消。直到她自己也谈起了恋爱，她才明白爱情的滋味，对父亲有了一点理解和缓和，但表面上他坚决不让步。他的爸爸越来越老了，这个女儿因为生病住院，妈妈告诉他，是因为女儿工作压力大而导致精神上的不适，心理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而这时他爸爸也住到了医院，得的是肾衰竭，需要肾移植，而亲人的肾脏是最好匹配的。当他的妈妈问他愿意不愿意移植一个肾脏给他的爸爸的时候，没想到女儿答应了，但是女儿说，我不要见他。手术过后，他爸爸来看他，女儿冷冷的眼睛看向了窗外，虽然她心里再也不恨他了，但是女儿不肯低头。当这个日益老去的老人哽咽着说谢谢的时候，女儿心里几乎要哭出来，但是倔强的她还是没有看她父亲一眼。女儿说，不用谢了，就当我还你的生育之恩吧。这个女儿出院了，而且很快要结婚了。在婚前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说
哎，你进行过肾移植吧？女儿说，是的。然后怎么，对我有影响吗？医生微笑着说，没有，一个很好的肾脏移植到你的身体，和你原来的肾脏的位置啊，相处得非常吻合，现在完全恢复了。这一刹那，他大脑一片空白，他疯了似的跑回去翻开他那些吃过的药，揭开面上的包装，才突然看见这些药的真正的功效是抗排斥类的药物。原来是他爸爸将自己的好的肾脏捐给了他，一切都是为了他。这时候他跑到父亲的医院前，跪在父亲的床前，父亲已经不省人事了，父亲死了，没有等到他再叫一声爸爸，也没有等到他的婚礼。这就是爱的力量。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人生多么的不理解，一切冤家要化吉祥啊，我们有时候不懂得别人的心啊。所以佛法倡导万事孝为先，我们要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啊。人生中不可错过人生当中的八种贵人，能够让你从梦中醒来的人就是你的贵人，能够与你分享智慧经验的人，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能够欣赏你长处和教导扶持你有智慧的人，能够成为你榜样的人和对你遵守承诺的人，能够让你学佛开悟的高僧大德。佛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要把别人当成自己，你才能体会到别人的苦难，你才能重视自己走过的路，你才能懂得珍惜呀。路就在你的脚下，但是路又在你的心中，心中有善，你的路越走越宽；心中有恶，心在魔道中安。善恶只在一念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呀。台长接到一个电话啊，在节目当中啊，本来事事顺利，结果没想到查出了艾滋病。2010年之后，他的爱人在网上找到了台长的博客，念小房子。开始的时候他自己不信啊，但是爱人呢一直坚持，他自己慢慢的也有些感应啊。2012年他放生了10000条鱼，坚信不疑，现在完全的这个艾滋病已经好了，免疫力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当时的录音，谢谢大家。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弟子给师父请安。弟子先读同修感动又法喜的分享。我在2010年8月份检查发现感染了世纪绝症艾滋病，当时工作家庭事事顺利的我毫无思想准备，确诊结果一出来犹如晴天霹雳，感觉天塌了，自己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家人也不知所措。爱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在网站上浏览了一些学佛的网站和博客，尝试着寻找心灵的寄托。爱人就在网上找到了师父的博客，开始按照上面的介绍念经和小房子。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不相信学佛能救自己，但爱人一直坚持，并随时把他学习心灵法门的心得讲给自己。他在学佛期间经常会做到一些梦，过后都应验了，自己也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也开始做功课念小房子。2012年5月，我们全家参加了卢台长的法会，殊胜的场面和同修学佛灵验的实力增强了自己改变命运的信心，
10月份师傅给我看了图腾，叫我再念800张小房子给自己的药经者，并叫我吃长素。我已经在菩萨面前许愿吃长素，放生10000条鱼，祝印台长的宝书弘扬佛法。自己从不信到半信半疑，再到坚信不疑，身体的各项指标也逐渐好转，而且一直没有耽误工作。 CD4 从最初的160上升到现在的660。 CD4 是衡量人体免疫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正常人应该在500以上，病毒载量也为零，这一切表明自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了。感恩师父。世界上任何事情心诚则灵，菩萨都在看着我们，只要你好好的修，菩萨都会帮助我们的。感恩师父。谢谢。有一个农场主在他的仓库里放了一个老鼠夹子，老鼠发现之后去告诉了母鸡，母鸡看了看老鼠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他要夹的是你老鼠，你自己小心吧。说完母鸡呱呱呱呱呱呱走了。老鼠又跑去告诉肥猪，肥猪淡淡的说，哦，这是你的事，他要抓的是你老鼠，你还是自己小心为好吧。说完慢悠悠的跑了。老鼠又跑去告诉大黄牛，大黄牛表情冷漠的说，你见过老鼠夹子能夹死一头大黄牛吗？他是夹你的，祝你好运吧。说完骄傲地走了。后来老鼠夹子夹到了一条毒蛇，晚上女主人到粮仓里取粮食的时候被这条毒蛇咬了一口，并住进了医院。男主人为了给女主人补身体，把母鸡杀了。女主人出院之后，亲戚朋友都来看她，男主人把肥猪宰了招待客人。为了给女主人看病欠了很多钱，没办法，男主人把大黄牛卖给了屠宰场宰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人活着是相依相存的，我们人不能自私地以为什么事情都和自己没有关系，等有了联系就有了关系，有了关系就产生了联系呀。我们学佛人不管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要经常为别人着想，不要自私地抱着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学会慈悲别人，维护团队，就是能够让自己受益，成就他人的人一定能够成就自己，能够舍弃小我的人就能够成全大我。有一个国王想找到一句话，说这句话能让高兴的人听了难过，能让难过的人听了高兴。国王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这一句话。有一天国王梦到有一位圣人到了他的梦中来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他想找的，这句话就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话。大家听着，人间的一切都会过去。学佛人要理解，不管是好的坏的，你今天的拥有，你今天的名誉地位钱财，因为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当你失败痛苦的时候，它也会过去；当你拥有的时候，也不要得意忘形，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所以学佛人知无常，懂因果，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人生又是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方向，也没有最终点。所以每一天要记住吃两种药，早上吃一颗
知足，晚上吃一颗感恩呐。有一个盲人，他自己打着灯笼走路，很多人都有疑惑，你是个盲人，明明看不见，为什么打灯笼？台长告诉你们，如果他是怕别人看不清路，照亮了别人，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讲的仁义礼义，仁爱礼智信。如果他是怕别人撞到他，这就是穆家思想。穆家讲兼爱非攻啊。如果他认为黑夜出门必须打灯笼，这就是法家思想，叫依法而行。如果他认为想打灯就打打，这就叫道家，叫无为而为。如果他想借此灯来示众生，就是佛家，普度有缘。如果他明明看得见却装作看不见，这就是谎言者。如果他真的看不见却打着灯笼给别人引路，那就是慈善家。有一个朋友买了眼药水回家，点了两滴，闭上眼睛转了转眼珠，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突然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我的天哪，我买的什么眼药水呀？点了两滴居然全部瞎掉了。他顿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摔倒，桌子也踢翻了，嚎啕大哭啊。这时候他老婆在一旁骂道，越来越神经了，停个电把你吓成这样。学佛人要明白，我们人对事物的理解不是全面的。一个人有毛病不代表他浑身都是毛病，一个人有优点不代表他一生全是优点。懂得布施帮助别人，解除心中的恐惧，我们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你就会拥有快乐和满足。一个人不去贪别人的，会远离痛苦。所以坚持行善积德，增长智慧，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你才会变得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最后，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总是对失去的东西念念不忘？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总是对失去的东西念念不忘？其实我们并不是害怕失去，而是我们害怕失去后没有更好的可以替代。所以台长告诉大家，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茫在其中，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握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权也空，名也空，荒郊墓背土一封，田也空，房也空，不知换了多少主人翁，喜也空，悲也空，无非都是在梦中啊。所以学佛人要远离一切痛苦烦恼。佛告诉我们，观法无我，观心无常，观受是苦，观身不净。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我，因为有了执着才产生了我相。我们人生的烦恼痛苦，就是因为什么都想到我我我，皆因执着而生出了我相。所以常把佛法放在心中，所以学会给自己内心多留一点空间，不要被人间的名闻利养冲昏头脑。痛苦时多学一点菩萨的智慧，莫让痛苦窒息了你自己的心灵啊。
一个有大智慧的人要学会感激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因为他锻炼了你的意志，不嗔恨曾经欺骗你的人，因为他让你学会变得坚强，原谅曾经骂过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忘记曾经嫌弃你的人，因为他让你觉醒，让你成长啊！好，最后呢，台长跟大家讲两个笑话啊，让大家开心一下，笑不笑我不知道，反正我希望你们能够给点鼓励。有一个丈夫陪着妻子去逛街，突然一个戴墨镜的乞丐拦住了他们，行行好行行好，我是个瞎子。他丈夫呢正准备掏钱呢，妻子赶紧拦住了他，得了吧，你看看他明显就不是一个瞎子。丈夫想了想，我来考考他，就指着他妻子问那个乞丐，这个女的漂亮不漂亮啊？乞丐看了看说，漂亮。丈夫一拍大腿说，你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她一定是个瞎子。有一天的上午，一个人在清明扫墓的时候，他很感叹地说，现在的冥纸钱呐，做的跟真钱一模一样啊，烧的时候心里还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心痛，自己一阵阵的苦笑。不久太太就来电话了，哎，你不是去扫墓了吗？怎么放在桌子上的纸钱没有拿走呢？我刚刚从银行领回来的10万元放在桌上，你拿去了吗？这人听完突然觉得晕眩呐，趴在墓碑上哭晕了好几回呀。路过的人纷纷的赞叹，真孝顺呐，真孝顺呐。大家听懂了吗？拿错钱了，把真钱烧了，把名字掉在家里了。记住，台长告诉大家，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幸福的人不是你钱有多少，而是你心里的笑声有多甜。学佛人要用善良和慈悲去化解人生的烦恼和心灵的忧郁，我们要无私的去帮助和度化有缘众生。我们学佛之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我们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和平，实现社会稳定，推动宗教和谐，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宽容包容众生，有求必应的去帮助众生，一切灾难化吉祥，摩诃般若波罗蜜呀。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好好修心，用菩萨的大爱去完成无私的奉献，希望大家好好学佛，谢谢大家。每年呢都会到马来西亚来一次，跟大家广结善缘，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非常的感恩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每个人都有所改变。其实学佛就是要在人间改变，现在很多人以为学佛就是以后走了之后才会改变，实际上现在就能改变。如果现在不能改变，佛陀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到人间来救我们，就是让我们有求必应，现在当下就改变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真心学佛，真正的改变自己。你记住了，如果你在人间还苦得不得了，你怎么能够死时候能够到天上去？因为天上那是极乐世界，所以在人间就没有痛苦，那你这个人走掉了一定也是到没有痛苦的地方。所以希望你们现在就想通，现在就想明白，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未来的佛，珍惜你身边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是你最好的善缘。这两天菩萨来了很多啊，观世音菩萨佛陀都来，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感觉，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不同的加持。菩萨现在每一次开法会他们来都给我们撒曼陀罗花，如果你们有感觉的话，你们头顶上会感觉有东西一样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人有感觉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好好的听观世音菩萨的话，其实人成即佛成，一个人做人做得好，这个人就是人间的菩萨，一个人能够放下自己，这个人一定能够解脱，这个人不去跟人家种因，这个人一定不会有恶果。经常学佛好好念经的人相随心变，所以希望你们要真的好好的努力，要帮助别人，要团结所有一切有缘众生，带着大家一起共攀四圣，也是希望你们好好的改变自己。师父希望你们每个人有不同程度的解脱，能够想到能够真正的让自己改变。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珍惜佛缘，珍惜人缘，所以跟别人相处好，这就是珍惜人缘。所以任何事情都是个缘分，没有缘你就不能成为一个佛的弟子，因为无缘不来，无缘不度，所有的一切都是缘分。台长希望你们一定要加紧修心，加紧用功的努力。如果你们感觉今天求了灵了，那一定是你接近菩萨了。如果你今天一求就灵，说明你身上的业障很少，如果你求了半天还不灵，说明你身上的业障太多太多。好好的改，好好的能够把自己彻底变一个人，让别人能够感受到你像菩萨，你这个人就是成功了。其实就是给你们多多加持，师父啊，现在有的时候肉身救人很累，但是师父已经跟菩萨许愿了啊，只要你们好好修心，你们就算在家里生病了，师父也一定会去帮助你们，我的法身一定会去。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只要看到师父了，至少有一点可以解决了，不会马上死了。我相信你们都有感觉，你们每一个人几乎这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做梦做到过师父，所以真的要跟师父合二为一的话，就是要学师父能够慈悲。师父能够跟观世音菩萨合二为一的话，我就是要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我希望你们好好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学我们伟大的佛陀当年经历了千辛万苦到人间来，菩萨甘露，让我们到今天还能够享受着佛陀给我们的佛光普照。你们想一想，你们今天这么多的人吃的啊，在这里所有吃的东西都是众生供养你们的，这不是佛陀给你们的吗？如果佛陀不把这个佛法传到人间，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能够前来布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前来跟你们啊供养？所以众生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好好的修心，好好的对得起观世音菩萨，对得起佛陀，这样我们才能共攀四圣，才能境界越来越高。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多多念经，每一天都在进步，
你每一天都接近菩萨，谢谢。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